今天除了你们四位之外，还会有两位新玩家加入，让我们欢迎一拳五百。问他，问他，问他。哦，五百老师啊！哦，五百老师来了，你好。那我就坐这儿了。今天还有一位从梅溪湖走来的神秘嘉宾，欢迎徐君硕。哇，各位大师 ，Hello，Hello，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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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接下来是选队长的环节。就小问题，就队长在游戏当中会充当什么样的角色？队长啊，你就在最危险的情况下，你就把任务布置出去，让别人走在前头。哎，那不行，那不行啊，那不行，那不行。队长实际上是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的。在进入密室之前，大家要参加大神班的测试，通过测试选出当期队长。本期的测试一共五题，每题记一分，测试需举手抢答。累计得分最高者成为本期队长，测试现在开始。Let's go。第一题，根据以下提示写出问号所代表的数字。看起来每个都有联系，但是每个人联系什么呢？哦，来，我知道，我知道。邵明明，邵明明，请作答。838。回答错误，不可能。你是因为把后面两位数加底下的数吗？不是吗？那你看第二个怎么来着呢？你可以不用看第二个，你再看其他的就对了。太秀了。咱们看弹幕的朋友有没有能答出来的？把答案打到公屏间。文涛，请作答。907。第一行是第一个数字是月份，后面是日期，然后第二行是天数，然后第三行是第一行加第二行。太秀了吧！回答正确。哇，这个真的，这真的吗？这真的好猛啊！第二题，请根据下图解除隐藏其中的密码。唐九州，请作答。2143。回答正确。啊。又差一个呀，的方向冲向右边就是往右走一个，然后冲向下面就是往下走一个，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就像火柴棍一样的数字。哎呀，太秀了。接下来第三题，你们将听到一个音乐片段。请根据刚刚的歌曲信息，将以下歌词空白填写完整。唐九州，请作答。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回答正确。这太秀了吧！哎，你就不用听就知，你就不用听就能记得吧？你这我们都没有听过，你不会背过这首歌吧，唐九州？我真的会这首歌。第四题，请观察下图，填写出 X Y Z 所代表的数字。知道了。文涛，请作答。X8Y1Z4。从后面往前看，就是到上面整个第一行的是一个多少位的数字，然后减去第二行是最下面那一行。太秀了吧！恭喜文涛回答正确。可以动笔的文涛，文涛都不动笔。他脑袋在那算，板子都没拿出来，板子都不拿出来。第五题，请先拿出你们课桌里的11个杯子，按照1到11的顺序从左至右排列。好可爱呀、啊，这个。你们的任务是一次翻3个杯子，在第五次时将所有杯子正放过来。开始。我直接。可以试一下。
满了，多一个，一二三，多两个。文涛挑战失败。战成功，五题结束，文涛和九州两分打成平手，你们两个人要通过智力扳手腕来选出今天的队长。智力扳手腕规则：一边扳手腕一边抢答问题。输了，一拳五百，一拳五百，一拳五百，那都不用答题了呀，直接扳赢了。我感觉也是，九州你这唐九州你就直接投了吧，我怕投降认输。三二一，游戏开始。荷兰的国花是什么？文涛请作答。郁金香。回答正确。他没使劲啊，他都没。墨西哥的国花是什么？唐九州请作答。墨西哥的国花上面。回答错误，正确答案是仙人掌。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句诗的作者是谁？还死了。回答错误，正确答案是雪莱。恭喜文涛成为队长。刚来你就做队长，我会带领大家早点下班的，相信你。现在大家请在队长文涛带领下一起出发吧，冲头、哦、起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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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大神们将扮演芒果私家侦探社的侦探，著名诗人陶文委托他们去蜜桃大厦内的如月大饭店找寻一个红色盒子，陶文称盒子内有他的重要物品，找到后绝不能打开。今天这趟寻找之旅，他们又会遭遇什么呢？我们到了吗？感觉到了呀。请队长文涛背出五句含有数字的诗词。涛涛在哪儿啊？我在这儿。来来来，一句一句来。那个一，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个了，一个了。什么万紫千红总是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好，三句了。什么？恰似一江问君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漂亮漂亮漂亮，四个了。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被粘了吗？现在可以摘下眼罩了。好的。这里没有意义啊，全黑的。找灯吧，我们先找灯。摸一下，摸一下，摸一下，看一下有没有灯。哇，这有点帽子啊，这好多衣服、哦。我们是在一个很狭小的、逼仄的房间里，感觉我们就是在一个衣帽间。对，还有衣架。别这样了，我天哪！如月小姐真厉害啊！是啊，是啊。十三少有赏，恭喜如月小姐获得十三少送出的珍贵礼物——红色宝盒一个，获得宝箱，罕见的金属打造，价值连城。如月小姐在那跳舞，对，跳舞的应该是如月小姐。大家找一下灯有没有。这个手机啊，哇，好强啊！你眼神，因为我刚才碰到那个手机，然后手机屏幕就亮起来了。能打开吗？这能拿得出来吗？打不开。哎，这样可以，大饭店可以看。
三十号说的是，你记得锁好寄存处的机关门，把密码告诉我一下，方便之后工人进来施工。密码还是按老规矩设置。前日密码是4157等于狗，昨日密码是12915145等于狮子，今日密码是89161615。哦，哎，你打一下字会不会4157？你说九剑吗？九剑，对，试一下吧。不行，它第一个是分字符。我可以让一下，然后你们来看一下。嗯，你们来看一下。要看这三个数字分别代表了什么，就是，所以得到一个动物是吧？对。那动物的思路是汉语拼音还是汉字还是英文呢？我觉得。因为现在位数都对不上，狮子如果是两个字的话会多一些。哦，我知道了，一个英文字母，四是第四个 D， 十五，然后是十五，哦，十五应该是哦，七是 G 吗？七是 G 的话，对对对，是 A B C D， 要直接直过。那十二就是 line 嘛。对对 ，L I O N 嘛，十二九十五十四，对了对了对了，那八是 A B C D E F G H H I P P O， 哦对，河马 ，OK， 密码解出来了，锁在哪儿？感觉这是第一次先把密码破出来，再找锁。哦对了，这儿寄存处出入口，这里。哦，它有没有密码？锁呢？河马，河马，河马在哪 ？People，people，people， 这是个什么？话筒。Oh my god！ 你从哪儿摸到的？在上面摸出来的。太强了！开得了吗？啊，是不是对他说 people 啊？对，试一下。People，people。多说几遍 ，hippo， 河马，好蠢啊！这你祝他错终生。啊，这有字母哎，等一下，这有字母哦。啊，把抽屉拉出来是吗？这个可太难了吧！把对应的抽屉拿出来。哦，就把那个字母推到那个对的对的对的应该要的那个上面，五个抽屉。哦这个，然后我们字母要多少 ？H I P P O H I P P 可以。O 我再帮你。哎，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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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么牛！下面开了，下面开了开了，走吧。天哪！走了走了走了，棒棒棒！哦，这是一个游戏，如月大饭店舞厅互动游戏，游戏成功可获得如月同款贴身手帕一块。这如月饭店还有周边呢。先开灯，先开灯。哦，谁开的？啊，阿婆，厉害，天秀。哦，这个电压不稳。这应该是个酒吧，如月那应该是个头牌，大家就为了得到他的手帕会在这边玩游戏。哎，你们过来看，这有如月的基本资料，1910到1934是多少年？24年啊，真的是，哎，英年早逝。如月大饭店最后一位得名如月的歌女，自她以后再无如月，由她保管歌舞厅的备用钥匙。这照片是？你别说，还挺漂亮的。是哦，好熟悉哦。哎，好熟悉啊。哦，是刚才那个女生。所以我们看到的真的是当年的如月。我们来看啊，她逝世之后，老板大把她生前物品和储物柜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在那儿。根据如月小姐的贴身手帕呢，设置她的密码。所以我们要解开那个密码呢，得找到她的手帕才行。不管怎么样，先拿备用手帕吧。先拿手帕吧。先玩游戏，把那个手帕拿到，然后我们去开那个柜子。互动游戏规则：拼音识曲，请通过歌曲的片段猜出歌名，每首歌有三次机会，猜对五首歌则游戏成功。互动游戏已开启，第一个片段。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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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来香。回答正确。哇！
冲冲冲！第一个片段，不知道，你知道？别急，等他先。看第二个片段，第二个片段。天涯歌女，啊啊、是不是？是《西游记》的，不是《天涯歌女》。你在说啥呀？我才不信是《西游记》的。这是大饭店。等一下，再来一下，再确认一下吧。第三个片段。啊，卡门吗？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不过是。但是卡门的中文名叫什么呢？我忘了这首歌叫。请在五秒之后说出歌名。快点啊！我不知道。什么？不知道。天涯歌女。对，回答错误。爱情不过是一场梦。卡门。怎么是中文版啊？啊，真的是，啊，就那首歌。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不过是。来，我们再看，哎，来，这是第一个片段。哎呀，好像是，就是那个小冤家女主唱的，对，对，再听一下，女主唱的歌。哇，你们都是什么年代的呀？第二个片段。小冤家，再听一下。第三个片段。小冤家，哦，回答正确。酷。小冤家，你干嘛像个傻瓜？我问话为什么，你不回答。好听啊，这首歌。头牌就是头牌。那是不是马上要来车站了？离别的车站了，是吧？第一个片段。舞女泪吗？像是舞女泪，我感觉。下一个吧。第二个片段。呀，心里呀，心里。可以。这叫什么？这叫什么？粉红色的回忆。粉红色的回忆。来，冲！粉红色的回忆。回答正确。还是下一个？哎，来，继续来。第一个片段。这个不太。第二个片段，不知道。继续吧。第三个片段。就不醉人人自醉。对。这叫什么名字啊？哎呦，天涯歌女吧？是夜上海吗？啊，不是天涯歌女，是夜上海吗？夜上海。啊，是夜上海，对，是的，是夜上海，夜上海 B 段，夜上海的 Bridge 的列表。哇！我说老师终于该发力了呀！年龄优势还是有用啊！加油！就不再认真自己。第一个片段，这不像是那会儿的歌了呀，好像比较近了。对啊，80年代左右。放第二个，第二个片段。好想哦，好像是，对，就是好想。你好厉害呀、啊！好想。回答正确。哇！我是老师，全能 A 四。好想和你在一起。恭喜回答正确五首歌，请拿起竞品。如月同款贴身手帕，哇，这儿吧，哎，哇，对，这儿上面写的字儿，放在地下。文？为什么是这样波浪的？朴树，他那个上面怎么写的？这个就字母嘛，很多，四个字母。哦，哎，啥？哦，他那个电压会不稳？电压不稳，等一下，会闪，就是外面那个。拿第几位有 X？ 最后一位有 X， 因为它波浪的写的，但波浪也不是 X 的特点。可是它有，你看它这边是拐一下，这边是拐四下啊，所以呢，这个有什么说法？那上面除了黑色和红色有其他颜色吗？哦，没了是吧？没有，因为看文的话，那就只能单凭一个文字解四个字母，因为这画上也没有其他跟文对应的东西。还有什么是跟红点有关的？就找附近有没有扇子。
完全没思路。图形达人呢？唐雪洲呢？哎，想想啊。调酒师。倒点酒上去。漏。你要倒酒了吗？倒一点点行吗？倒呗。试试。放这儿吧，到这儿吧。有没有用？我觉得想远了。文涛，你这个文你还不会整？文涛，这题你答不出来，你不行啊！你不能叫文涛了，我觉得你叫武涛。你叫武涛。你叫葡萄。你叫葡萄。我觉得就是两种可能吧，要么是一个单词儿，要么是四字成语，或者四字短语的首字母。对，成语吧。成语？你们想到什么成语？如果文指向陶文，陶文不是一个诗人吗？哦，来，我们来想一想有文字的诗句，好不好？文，来，一人想一个。闻鸡起舞。别，咱就不要用谐音了，好吗？处处闻啼鸟。他写的会不会不是文啊？就他这个为什么他会抖这么多下啊？就是他为什么写成这样？你能想到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写有关系的一个成语？啊，一波三折，一波三折，哦，一波三折还像那么点意思。对，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就是没有 S。没有 Y。一文不值，哎，一文不值、哦，这个文一个，好厉害，然后都不值，哦，对啊，咱就不要用谐音了，好吗？咱先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吧。一个文写的不值，哦，他的小衣服。这个钥匙吓人，这是要干嘛？哦，有钥匙。哎，这个钥匙是那边那个门。走吧，走吧，朋友们。哇，哎，红色盒子会不会在这个房间里？会不会到了比较恐怖的？我好怕这种。他写，当然写什么？写于1933年，与挚友如月的来往书信，是如月大饭店老板年轻的时候与挚友如月。那里面是那个什么？把灯开一下吧。我们找一下灯吧。这有灯，别吓我！吓死我！让你们清醒一下，让你们清醒一下。什么密码？哦，哎，这有字。哇，你怎么打开的呀？手一拉就开了。再开几个。啊，都在这里面。啊，这都是。看一下这个信。如月，我把西餐厅的密码写在了某个地方，不如来猜猜我藏在哪里？你的挚友，老板，我新写的诗你看过了吗？这些诗中还暗含了我密码所藏之处。诗里面暗含藏密码的地方。反过来放上面就。我就直接放就行了。这样看得更清楚。心自有所存，何必求知音？就这两个是吧？绣户香风暖，念君春夜长。哎。哎，它那个颜色不一样，对吧？对啊，什么颜色？红色的马，红色的户，知道了。哦，确实是。哎，字的有某一部分也有可能画红了。对对对，有笔吗？这是黑板。哦，对。哦，来了。哦，记一下。来，挨着挨着写。把所有的字都写上，然后我们再组它。应该要重新拼起来。宝盖，是宝盖。
就关于山雨。这个点诗，一个户。这个是上吗？这边是碧存和碧的碧。哦。石和子是吧？哦，我知道了。他只要这红色的部分。我知道了，密码的字。密码密码在身上。扇子上。对，扇子上。对吧？密码在扇。扇子上。这。藏密码的地方，扇子上有诗，大家可以看一下。哦，这边都是扇子。对啊，兔子、月亮、竹子。哎，这儿有一个叫癸巳年，这一期得文化人玩。这个就和这个数字有关的呀。看一下其他还有年份的吗？啊，这是戊戌，安平戊戌，这么复杂吗？这个是乙未年，那个是癸巳年。这乙未年，那是癸巳年，看一下其他还有年份了吗？要背十二生肖那个年份？那不叫，那叫天干地支，丙申。哎哎，天干地支那个你背一下。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是地支。天干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乘十二，那不是120吗？不是每个天干都和每个地支碰得到，就只有一半的能碰到。对，它只能碰到一半的地支。天干地支的纪年法，甲乙丙丁戊丁，是戊戌，是1898。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对，丁酉，辰巳午未，这是申，那就是这个1896，好厉害啊！你给我找半年我也找不出来。1893那就鬼，对，93、95、96、98，我们把几个扇子的那个年份都找出来了 ，cool， 很棒。93、95、96、98是吧？嗯。我从头看，再看一遍，一个一个看。哦，这个兔子就是兔的意思，是吧？嗯。叫。现在都已经开始这么谐音。英文谐音梗。哎，这有个山，三。这有个梅，就零。不是，绝对不是在一个扇子上。就是在一，我觉得很可能就是在一个扇子上。万里江山图，所以又要考观察力了。这个蒲熠星应该很擅长，是吗？密室 bug 吗？擅长什么？不就是密室 bug 吗？ bug 密室爸。爸。兄弟们开的、，nice 啊！你咋开的？万里江山图，所以又要考观察力了。兄弟们开了、这比谐音梗还谐音梗七点哇他在哪儿他在哪儿不愧是密室的开拓者站起来哎终于找回了场子站起来了冲哇大家继续努力太牛了你真的好牛啊恐怖的东西要来了兄弟们、yes. 冲呀这灯怎么不开啊哎怎么灯就关了啊我先走一走吓人吓哭了我真的差点吓哭了如月我的父母是不会来的及时到十三少如月两姓联姻
一堂帝曰，今以白头之约，书向同监，夫妻对拜。很害怕。李成，交换信物。十三少，给了他个匣子。啊，匣子。这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匣子。入洞房。哦，他们去哪儿？人呢？不见了。我们先找个亮的，好不好？找灯，找灯，找灯。吹个哨子尽尽兴，好不好，队长？我们现在有点不敢往前走，来。OK， 精神了。你起过，我们找一找，摸一摸，摸一摸。哇，这是什么？摸一摸。这边。哦。月下仙人。这边如月一个人在，他在干什么？许愿。我有点上吊。为什么她这么美啊？人家就是漂亮啊。嗯。在许愿。哎。拿走了。他把那个匣子拿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那是什么？那是井啊！哎，又不见了。他是不是投井了？他再亮起来，会不会就在我们面前啊？嗯，别，我求求了。我这边有风，等我再往前走。黑的别走，黑的别走。什么？往风的地方走，不然他干嘛吹我们？不，往风那边很危险，因为他有个吹风的东西，我也不能随便走。好了，这个门开了，这要我们来这个吗？应该进这个空间吧。走吧，别走。灯，哎，这什么？来，下面。哦，这有个密码。灯的开关还是一样的，是吧？应该是那样的灯吧。哦，找到了这个。哦，厉害！哎，这上面的菜都没了。厉害，你已经找灯小能手啊。哎，早餐去了。一人一券，这是什么吹出来的吧？刚才我们看到他们之前的婚礼，那看来有可能是之前的幻象。而我们现在看到早餐券，说明我们确实到了这个饭店。对，是现代的事情。来，我们看一下这里介绍的，如月小姐曾在饭店中餐厅举行她的婚礼。他的先生是当时的名门阔少十三少，但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的时候，由于身份悬殊，遭到了十三少家人的极力反对，无奈之下，两人只能私下举行不被承认的凄凉婚礼，并以红色宝盒与折扇作为交换的爱情信物。这是我们知道的这样的故事。我刚一回头被他吓死了。因连廊的结构设置易导致穿堂风，风力过大会把中餐厅的大门给吹开。穿堂风把这个门给吹开了。这有个锁上面写的是钥匙随身带走。应该要找个钥匙把这个打开，然后里面有密码的东西。先找钥匙吧，找不到再说。这边有个碗。哎，这个是不是能直接拿出来？你们有什么工具？我们看一下。你够得到吗？这个箱子可不可以给它弯过来，稍微斜一点，把它斜过来。哎，可以动哎！你好聪明啊！直接抖一下，把它抖过来。我们先放到桌子上，好吧？先放到桌子上，桌子高点，小心手哦。拿起来！员工手机？哎，是员工的手机。员工手机？对。那从这个可以拍进来，看一下，说明有东西。拿进去拍，哎，对，把它收进去拍照。对，漂亮。哇，这要解密。要先解开手机。这是密码，手机密码。两个数字嘛，两位的数字。我们把刚刚的黑板拿过来，好不好？黑板拿过来，把它画下来，这样它就不会一直闪，一直在点。能够解释一下这道题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哎，是不是他们加起相加等于这个呀？那可太棒了！
哎，他可不可以不用解谜直接拍呀、啊？那得有事情。哎，你说的好有道理哦。可以直接拍。可以直接拍是吗？那我们直接拍吧。你看一七、哦、一七，那就一七啊。牛啊！明明天才，好不好？立功。一七六九。猜猜猜猜。谁去试一下？五九。试一下。对。就不理他了是吗？就肯定是这样。看一下是不是一七五九。五九一七，开了开了，冲啊！冲冲冲！又来！我好厉害呀、啊！明明厉害，明明厉害，明明。我还是适合拍照。我们去找那个他许的那个愿。那有个井，那有个井，那是红的，我们看一下，好吧？哦，对，那个树上挂的那个那个许的许愿条。对，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井，赶紧过来，哦、赶紧过来，赶紧过来！啊！它里面有头。起来一个人，我过来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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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那个条子，我们把条子取下去。是在这儿，应该在这儿，在这儿。是这个吗？对对，就是这个。对对，回去回去回去，走了。看一下上面有字儿，等一下写的什么？念一下。就算得不到你父母的认可，但是你为了我和父母断绝了关系，以后就让我养你吧，如月。男方父母不同意嘛，他就跟父母断绝了关系。哦，对对对。然后他父母不给他钱了，为了跟那女孩在一起，这有啥信息呢？我养你，还是得找灯。阿婆。回信找灯，什么？找到了吗？这边吧，那个，慢点，慢点，慢点。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用一点光温暖。哎，对，好了，哇，找灯小能手。我怎么感觉这要下去？哎，红色盒子会不会在下面啊？有个小篮球，那有字，连拉三次，水位下降，电池这么好。用这个，兄弟们，这个绳子，把那个球捞上来，然后来拉。哦，好。那怎么下？正好这底下有个洞，它就专门用。我看你来吧，你手劲大，往下放。哎，火树还是适合做这行。哦，这个运货篮。哦，我们是要坐在这上面上去。早年用于搬运重物，最多承重250公斤。现因转盘和把手零件缺失闲置，仅供观赏。我们得，就是我们得把转盘和把手找回来。那我们先加这个吧。对，先拉吧，应该在这个里面。但这怎么下去、啊？我觉得要有一个人。我也觉得，你看那种梯子呀，这样。但这直接下去也太危险了吧？那个太难。捞起来了吗？我在想办法捞。不好捞是吗？不好捞，对。哎，可以。OK。不行，他那个绳会反着拉力的。我们把下面封一下吗？对，下面拿一个，但是没有东西封啊。你想办法。我们有氨基尼。拿这个呗。这字先记好再拉。记好了。弄得住吗？什么意思？垫着。对，其实只要有任何。不是，你要垫着球都进不去了呀。球可以进去。你从上面进去。但是有一个问题 是，这个是根本堵不住这个东西。对，为什么这么聪明？可以，天才！哇，聪明！但是他现在球能通过那个孔吗？不，只要这样的话，他小了一半，只要挂住，对，就不容易掉。天哪，你是物理课代表吧？手夸夸又上线了，真的好厉害啊！那他球在那边，把他赶过来，先把球弄过来。哇，漂亮！哎，等一下，你绝对物理课代表你。哎，等一下，绳掉了。就球鞋了。绳掉了，球鞋了。哎，那个牌子呢？在这边了，他跑了。哎，文涛可能真得下去了，我觉得。直接下真的很那个，不会受伤啊，肯定。他那个不深。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下去？哦，那有个梯子。就是梯子。哎呀！我当时还在想，这个梯子是不是爬上去看二楼？哦。那你把这接上吗？就挂在这儿就行了。对，挂在这儿就接上了。对。哇，灰心还是洞察力很牛的哦。哇！
队长来了，小心哦，小心哦！你好英勇啊！在哪儿？我看不见。这边，我这个桶的地方，我这个桶的地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这个桶下面啊。你就够绳子就行了，你把绳子给你接着就行了。哦，我看到了，涛涛踩右边。你脚上面踩那个绳，你拿上来就可以了。就只要绳你牵上就可以了。对，明明它是连着的。可以可以可以，拉拉拉，拉三下，拉三下。队长，一。这么深啊！哇哦，我们出来了，这个我不敢下了。这里怎么有个人啊？不是幻影。听闻有人寻得一红色宝盒，拥有神秘力量。亮了亮了，所在之地红光出现。有人要害他。比传闻中的海市蜃楼更为神奇。这个盒子，我们是在等灯亮吗？我们得找灯吧。那边是个门吗？我们进去冲一波。有个抽屉。真爱如血，这有剧毒。我好害怕这种啊！清洁房梁，请务必绑好安全带。没有走过去吧？加油，队长！抓住了，抓住了啊！来吧，胡老师。不要说话。你回来吧。我在想怎么回来啊？这个地方我们有来过吗？那上有字儿、啊。金鸡头。这个诗是不是跟这相关的？去踩一下那个。喷气了。谁踩错了？谁踩错了？那个不是鸡头啊！快跑！跑！跑！